送上柏林，希望你能喜欢。这块玉佩是我祖传的。哎，小心！你怎么来了？就算陆安然他另有所图，他也比你更有用。放心吧，本王答应过你的事情一定会做到的。多谢殿下。带上来吧，本王要将一切回到原点，而这原点在哪里你很清楚。回到原点你只配做妾。本王告诉你，无论如何明天你必须嫁给本王。你就算做鬼也是秦王府的鬼。娘，儿臣已经决定，那陆安然为妾。外面那个兔子灯还喜欢吗？